好，听住呢条 BB 题啦，BB 题系咁样嘅，得啦，可以。嗱，我哋所以我哋系不断要叫阿九情商阿九嚟做节目，真系。佢离开日本啦，而家喺韩国。嗱，喺某间咧妇产科医院咧，一名女人咧生咗个 BB。我要重新呢个，呢个唔好意思啊。喺一间妇产科嘅医院，即系当一间医院啦，有一名咧妇人咧生咗一个 BB。系。当晚咧。当日的半夜咧，护士去 B B 房巡的时候咧，意外发现咧呢、這个 B B 已经、死了啦。知道呢件事的院方咧，决定隐瞒呢件事，用一个咧，亦都系刚前几日出世的孤儿咧取代呢个死婴。系，即系顶狸猫换太子啦，顶包啊。系喺咧生产的时候咧，呢、這个女人咧，即系呢个妈妈咧系冇意识嘅，亦都冇见过自己个仔，所以咧理论上咧系睇唔。不会知道呢个 B B 有啲咩特征而认得出个 B B， 系因为啱生出嚟噶嘛，系啊，佢又冇见过。好啦，假日咧安排咧，院方咧安排呢、這个妈妈咧去搵搵佢个 B B 啦。但咧嗰个女人咧一见到咧就大嗌啦，呢、這个唔系我 B B， 点解咧？因为个 B 见到佢嘅嗰个啲奶佢唔食，唔系好。你心里未死噶嘛？你仲未从教训中得到呢个教训啊、oh, ？Sorry， 我唔够戇鳩。OK， 呢个女婴嚟噶嘛？唔系，唔关事。嗰边开口？唔系，我估，因为屌佢生咗个仔嘅，而家见到个女嘅，梗系知认错啦，系嘛？唔系，我知，唔系，佢见到我系黑人嚟嘅，唔系。关事太贴啦，佢见到件 B B 身上边有个名牌，哎扑街你似，唔系，我啱啱睇到个问错嘢，我啱啱睇到个答案，我惊，不如而家开估，我边有咩位屌，唔好啦，我俾机会你，我真系觉得你系要屌，我哋继续先啦，我见到个答案，我惊，我真系汗颜啦，而家嗰啲戇鳩嘢嚟噶，而家好啦，戇鳩，得啦，继续落去，好嗱，要稳定个波保费先，个 B B 变咗两。岁大唔系，变咗两个月大。唉，你哋唔系，识行识走 B B。唔系，个 B B 有出牙仔。唔系，生个 B B 系胶公仔嚟嘅。唔系，O K 呢个个虽然唔系，但 O K 个阿妈系阿妈系咪唔同国籍？唔系。眼珠颜色唔同。屌，好捻闷，咪捻听咯。屌，个眼珠颜色唔捻同。唔系。个阿爸俾佢知呢个唔系，讲咗啦，白人黑人嗰啲佢话唔系啊，血型唔同，唔系，佢第二个阿妈过嚟认翻佢，唔系，哎呀，因为第二个阿妈话唔记得仔，唔系开估啦，不如好啊，即系大家估咁耐咧，估唔到咧，知道答案真系会屌柒咯，冇啦，但系我想屌柒你个气氛加佢浓厚啲，一条伏线啦，依家个气氛唔够浓厚，因为而家屌你嘅话，有冇 idea 添？我想不到，我觉得最强烈其实是几贴地的呢件事，贴地即系我哋生活好相似，即系有可能发生的，有可能发生，真系有可能发生嘅。即系攞咗个孤儿，唔系过去顶咗佢啊嘛，攞咗个孤儿过去顶咗佢。阿妈见到条尸，唔系阿爸话唔系，唔系医生话有人话俾你知唔系，唔系即系唔系呢个方向啦。哇，咁问咧，个阿妈系咪冇意识咁生个仔噶？唔系。冇咁离地嘅，好贴劲啊！好贴地，喺我哋现实生活成即系露屌应该喺我哋生活现实生活唔系成日出现，但系会出现嘅。即系我都哋哦，我知啦，阿九已经有答案啦，因为阿妈已经亲手杀死咗自己嘅仔啦。冇错，啱咗啊！系啊，就系咁啦。俾一次佢又啊，俾一次，俾一次佢，俾一次，可唔可以分析下单案情？啊，再一俾佢啦，俾佢。系，阿呢个得个就 must。诶，得啦，唉，多谢，唉，所以话推你题唔好玩。喂，讲啦，屌你，你都系屌俾人屌噶。但问题其实嗰个妈咪已经喺前一日杀咗，亲手杀咗自己个仔啦。嗱，呢个系纯粹系无稽嘅故仔，但系以推理嘅角度去嘅。我觉得今集系，唔系啊 ，FBI 都系攞呢条嚟考试噶，点样解咧？其实真系好贴地，我哋香港呢单拐 B 案咪咁样样咯，即系有好好啊，包得。嗱，不如咁啦，
我嗰个质素咧，好似唔系太好啲两个。我惊今集冇人睇。我搵翻个宝飞啦，好唔好？哦，好唔信啊！好啦，可唔可以去首歌先啊？唔系，咪讲埋一个，咪去首歌，咪翻嚟讲第一个题目，咪几好？但系播咩歌啫嘛？不如而家试下播首歌先啦。播咩歌？呢个气氛好鬼僵局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播咩？是但，我好僵硬。是但搵首歌播佢算罢啦。冇歌啊！突然间，喂，你讲下咧，时候。屌你讲，我嗰阵估紧咪播咗歌，你估埋一个先。屌你。你搵到啦？你搵到啦？我搵到啦。OK。我真系想播《喜爱夜蒲三》嘅预告片添啊！好，我嚟一次啊！好，转音乐先。有一日，有一个家庭里边，个阿哥发狂杀咗全家人，即系呢个报纸写嘅报纸嘅内容啊！个阿哥发狂，杀晒全家人，咁咧个阿哥，个阿哥咧就俾人逮捕咗，仲俾人判咗死刑添。咁好彩，呢、這个家庭里边咧有个阿妹，好好彩咁样生存到落嚟。呢件事因为太惊吓啦，佢丧失咗记忆，咁失去咗父母啦，失去咗阿哥啦，冇记忆，行尸走肉咁样生存落去。啊！有一日，佢遇到个占卜师，于是开始占卜自己过去啦。佢就问个占卜师：点解我阿哥突然间发狂嘅？冇，你阿哥相当冷静。点解我阿哥？点解我阿哥要杀晒全家人嘅？冇，你阿哥杀咗一个人嘅啫。突然间，这个阿妹谂起翻所有嘅嘢，开始喊起嚟啦。究竟成件事系点嘅咧？个阿妹杀晒全家人，冇错，系我都系咁啊。然之后咧，跟住佢阿哥就杀咗自己，唔系佢阿哥为咗制止个妹，所以想杀个妹，杀埋个妹，但系俾人捉咗，以为佢杀晒所有人。你头部分啱咗，但系佢要喊，你个喊嘅话，即系头部大部分都估中晒。阿哥控制唔到佢，所以自杀。错，因为佢精神失常，唔关事。个阿哥唔系佢杀咗自己阿哥。嗱，个阿哥做嗰样行为会令到呢个阿妹绝泣嘅。个阿哥想帮佢揽起个罪名，所以决定都继续帮佢顶。点顶啊？话系佢自己杀，话事同埋佢杀自己。错。争少少，争少少。佢杀埋佢老豆，哦，本来杀剩咗个老豆嘅，啊，跟住最后为咗顶一次杀埋老豆佢。冇错啦，俾音乐，嗯，好，嗱，我帮你答一次啊，好，第一次咋？系咧，俾我，俾我，播咗，继续俾我，俾我。呢单嘢咧系一个好卵流嘅故事，都唔好到好听，谂住演绎得好好听 ，shit， 我唔明点解啲侦探。啲问题咁捻恶鸠，我决定快啦，我谂唔到，我谂搵唔到咩歌，我决定隐退。就先有两个叫恶鸠嘅刘卡，嗰两个唔知咩碎尸案，嗰个唔知咩案啊，乜你刘卡得一个嘅恶鸠题目就有两个，跟住另一个乜你要杀全家案，话咩个阿哥个阿妹杀晒啲人，个阿哥又一顶罪杀埋个老豆完事。边个谂噶？所以我哋唔可以明显啊！唔系啊，我哋唔可以再屌 TVB 噶啦！你停咗呢个侦探位，其实真系唔可以怪 TVB 噶，系我哋太聪明啦！而家越嚟越已经估到晒成件事啊！点样 TVB 咪就系咁样咯？我唔明噶，但系点解可以去到咁低能嘅地步咧？你揾一个好劲噶咯，不如我唔揾啊！但系你明唔明？我真系唔明，但系我成日觉得推题都系咁样样嘅，好夹硬嚟嘅。譬如之前我哋讲过一个咩食个老鼠唔知点样样过食个老鼠，又话唔知咩过船个行船嗰阵嚟为咗求生啊，就丧食呢啲老鼠。其实太得简单啊，即系嗰条桥唔太复杂啊，一讲就讲到嗰啲咩嘢咧，好捻难搞噶嘛，成个古仔，即系呢啲唔使阿狗出手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太捻贴地啦！咁话啲聪明啲，应该佢冇写嗰啲答案嗰啲，应该最难估啦。你睇下 Chan 都觉得，阿嘉诚嗰个睇 A V， 有人又话好捻流，咁点啫？嗱，我同意嘅，呢一集真系好捻流。嗱，所以我觉得咧，时候应该去直播，调剂下大家嘅情绪，缓冲下先。系。信了，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，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
道别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再见了背向你，回头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，何时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。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，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起。在很急的时候就找到我们公司张智霖的岁月如歌。你们的人呢，你们可以在岁月中找到他的。哇你成功了你靠你成功起飞了你。我讲这么多句对白都不够他这个 tag 劲啊。这些叫什么 tag 啊，不是岁月如歌，这些是叫离地了你。他完美地演绎到一个离地的 tag。我听完都想了一阵，是不是真的会找到呢？好劲好劲。啊屌喂，你问阿九，我想听阿九点听喎，而家。我下次俾你听。下次俾阿九听。你真系咁捻离地啊！都要同佢 battle 啊！希望大家岁月里面找到咩啊？找到离地系嘛？唔系，我哋可以喺岁月里面找到离地嘅朋友。嗱，本来我觉得呢一集节目好捻废嘅。或者我哋可以喺岁月里面找到离地嘅朋友嘅 get。系。啊，够噶啦，够噶啦，再讲一难。又或者岁月里面我哋可以找到张智霖。得啦，你已经约咗嚟而家头先。如果里面我哋可以找到张智霖，冇咗啦，而家已经头先劲好多。好劲嗰个，静晒先将爆呢个嘢。佢又好认真啊！希望大家都找到啦，咁样讲话。呢一集我觉得真系比较流啲嘅。如果大家想听翻啲好笑啲嘅，可以听上星期五嗰集。唔系，所以特登我知道流啊，想摄好多苹果冻落去啊，你明唔明？星期五嗰集上咗未啊？星期五嗰集上咗啦，上嗰集其实真系嗰你好似未上，所以大家自己迟啲揾啦。嗰集真系坚好笑嘅。系星期五我哋会 encore 嘅咧。系啦，咁而今个礼拜五咧，应该就会翻兜。咁上次就系我哋男权版啦，即系男人嘅方法啦。咁啊，今次希望就揾个女权主义者上嚟嘅。唔系，上次系我哋男人太一言堂啦，一面倒攻击你个女朋友，系咁样系唔公平嘅。冇噶，我冇噶，因为佢又唔系主持嚟噶嘛。系。乜关咩事？讲我，因为我哋上个礼拜五个 O 姐就唔系主持出身嘅，咁佢讲嘢咧，即系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样样好流利咁样去对答，明白？所以佢系处于下风嘅，咁唔代表佢系即系可以完全表达到女人嘅睇法，系同埋有道噶系嘛？咁咪唔係吹咗咩佢啫？你講一次佢講咩？你嗰啲嘢好道㗎嘛？哦，咁樣嗰日真係所以呢我哋決定今日禮拜五唔好再男人之間一言堂啦。我哋揾咗女權上嚟，即係女性都可以發聲。咁佢仲要係一個專業嘅主持，仲要係一個專業嘴賤嘅主持。係，我哋揾到 My Sing Lady 係嘛 ？Bonnie， 我哋呃掉。
徐子珊，佢未答好，其实应承咗啦，未应承咗啦，应承咗啦，应承咗啦，咁啊，即系 Bonnie 会上嚟同我哋一齐玩，系啦，同我哋一齐拆解一下男女之间啊，即系唔好再等我哋男人一言堂啊。跟住 Bonnie 又话：，屌你嚟去都系叫我上啲良性节目嘅，点解到最后都系？我唔明点解，三性咯咁，用住先啦，玩住先啦，三性专做节目，食海鲜。系咁啊，所以嗰集系劲正嘅啦。其实今集呢个嗰啲咩嗰啲咩侦探题啊嗰啲咧，好好听啊。其实唔捻系今日重点嚟嘅，你哋个个就系咁样样，一开始话个嗰个拐带 B 女系阿猫做案嘅时候，你个个都喺度持反对意见。我冇屌过啊！你哋咪一样咯，头先嗰啲剧情根本就唔系离地，根本就好现实，超现唔系非常之现实，超现实，超现实，自己都啱唔到自己。你有啲唔离地嘅，你真系唔离地。真係黐孖筋，所以講下另一單嘢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其實個 topic 咧係講咩咧？係啲嘢成日好多人陰謀論，係佢好中意將啲嘢深化。其實我哋真係越嚟越犀利，可唔可以再點解？一點五啊五分先開 topic。Yes， 嗱，你有陰謀論咗啦。系啊，系先？其实 keep 住咧，都系带住你入个 mood 噶。系啦，成堆嘢系铺排噶，知明唔明啊？即系你听香港电台一嚟就话，今日咧我哋讲啲咩咧？大家打呢啲咪唔铺咯，就系咯。我哋啲咪劲咯，系咯，即系出 credit 咁样出靓啲咁解。咩啊？冇铺嘅，我见佢系个内容系讲两分钟，系啊，嗰条 chat 系讲廿分钟嘅，系咪？明仔都发现咗嘅，其实。所以咧，其實我哋星期六咧都有一單，除咗阿 B 嘅唔開心，亦都有一單好唔開心嘅消息，就係咧《狂野時速》裏面嘅男主角 Paul Walker 咧，咁啊，因為咧好不幸啊，因為喺個去完慈善嘅晚宴途中咧，就搭車咧，咁啊，同佢個朋友咧撞死咗啦。咁啊，但係期間咧，依單嘢咧引起咗咧喺美國裏面咧就好多輿論，又話好多陰謀論啊。咁點解咧？我哋交俾蘋果棟嘅同事先啊。保羅沃加驚現死亡密碼，網民熱論。狂野时速系列男星保罗沃加意外身亡，圈里圈外嘅好朋友同埋 fans 大感可惜。不过咧，今次嘅事件特别喺美国本土引嚟好多舆论，话保罗今次嘅死背后有啲好奇怪嘅事。有网民质疑，意外发生嘅地方喺洛杉矶嘅住宅区，就算要开跑车都唔会开到咁快。但从现场嘅相片睇到，架车断成两截，似系高速之下造成。又话当时嘅司机系保罗嘅好朋友兼高盛能汽车店合伙人 Roger， 佢哋咧喺赛车上面认识 ，Roger 亦都对汽车非常熟悉噶，唔明点解会咁唔小心。有啲比较偏激嘅网民仲讲到好邪添，话成件事有阴谋。先有呢个 Facebook 专页叫做 Rest in Peace Paul Walker 2013年11月30日，但系开 page 日期竟然系11月9日。仲攞埋死亡密码出嚟添，话保罗嘅死亡日期同一啲神秘组织嘅暗号有关。嗱，唔止啊，佢哋连卡通都唔放过。嗱，见到呢只狗嘛，佢系美国著名卡通 Family Guy 其中嘅主角，叫做 Brian。嗱，佢喺11月24日嗰一集俾汽车撞死。保罗沃加喺《狂野时速》里面都系叫 Brian。嗱，仲有，留意一下呢本杂志封面，系咪似曾相识啊？呢一集嘅亚森一族喺1998年播出嚟嘅，唔通真系有预兆？不过咁多嘅传闻，有人觉得系迷信，有人就只系想知道更加多。总之一句，希望保罗安息啦。嗱，喺开始个 topic 之前咧，我哋系要先讲一句嘅。以下落嚟所讲嘅所有嘢，因为而家凝重紧，系凝重紧。以下落嚟所讲嘅嘢。都不是对阿婆有任何不敬之处，系啦，纯粹系我哋自娱自嗨嘅猜测。我唔知，我唔知会讲啲乜嘢，系我唔知会讲醒咗话样，我唔知你会无端端甩咗啲咩出嚟咧。所以以下所讲嘅全部不是真嘅，当茶余饭后讲下啦。咁我哋四个之中都好唔开心嘅，系所以阿婆真系 rest in peace 嘅。但我唔明我阿森一族嗰个九蚊嗰个，诶，冇住，我讲俾你听阵。我而家开，我而家先讲嘅先，就系我哋大家咧都系为咗阿波系真系希望安息嘅。系嗱，呢一个咧系正经猫，系正经猫加埋所有嘢啦。系开始，系。我正经到跳掣喎，系啊，紧张。好啦，嗱，交你讲先啦。唔系，我唔明嗰个亚森一族九蚊 New York。唔系，跟住佢意思即系话，即系佢依单事咪同漫画度话同嗰个只狗死咗有关系嘅。因为之前咧911事件，其实你见到头先嗰个破海报咧，911都系显著咗之后有恐怖袭击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其实觉得漫画咧亦都有少少显示，即系同现实系相同啊，有关系啊。哦，即系九嗰个咧就唔系讲紧，唔系依单事，唔系讲紧呢单嘢，系讲911嘅。系啦，咁就借题发挥就话，系。
性，系啦，咁样讲话只狗系拜仁咁样喺度，阿 Paul Walker 喺度狂野时速里面又系叫拜仁，所以佢喺嗰段时间俾人撞死咗，啊，佢应该死啦咁样讲，即系咁样拉埋一齐讲啦，啲人俾个人咁样啦，系啦。阴谋论呢家嘢咧真系好犀利，系几多年前嘅都揾到嘅，可以系噶，变咗九八年嘅时候都系讲而家。好，慢慢揾好多巧合嘅嘢会拉埋一齐讲，然之后就话有阴谋啦，系咪先？有阴谋，即系你边系呢单嘢先啊？扑你啊！加连卡通片你都可以话有阴谋，好难搞嘅，即系好难搞嘅啲嘢。即系唔通路飞哥系一拳嘅时候，哦扑街，佢打爆咗架车，系呢一个阴谋啦。系扑街，即系个日本人有个刑事委话咗，又系叫路飞嘅，一定系你啦，一定系佢啦。话斯洛死嗰日，可能我哋又可以睇喺个重温 piece 嗰度揾到佢死。臭臭一路向西里面嘅，见到斯洛，然之后原来就系你嘅死亡预言。喂，但系你咁样讲真系乜都讲得通嘅，即系你话去到最近有一集咁嘅卡通片，然之后话提。啊、有个叫 Brian 嘅人死捻咗就死了。Brian 嘅狗咁样俾只撞死。唔系因为 Brian 嗰只狗系 Simpson 近排出嘅啫嘛，所以佢带到落嚟嘅啫。啊 ，Simpson 系咩套嘢？唔系 Simpson 嚟噶，唔系 Simpson 啊，唔系 ，sorry，Family Guy，Family 唔知乜嘢，都系嗰种嘅。系。唔系啊，但系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实即系十揾有九百个咁样噶嘛，即系本漫画咁捻多本，你断工总会有一本系。仲有一個呢啲嘢咧，仲有一個原因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喺Paul Walker 死之前咧，已經有傳媒已經話，即係一個誤傳啊，就話佢死咗，跟住澄清咗，但係點解到第二日啊死啊，真係死咗啦！做戲咁做啊，咁即係真係炒車死咗。我唯獨試過最勁嗰個就係嗰個咩死亡預告嗰個 Facebook page， 係啦，呢一個係話幾時幾號開？即係佢11月9日 join 呢個 Facebook 開咧，就係30日開嘅，即係30日開，佢9日就過身。唔係9日，唔係9日 join 入去，30日過身，即係諗好似預早入去 join 咗 ，join 定開定個 page 等阿 Paul Walker 死咁樣。哦，即係9日開咗，係啦，就30日過身。正常咧應該話佢死咗啦，我哋好懷念佢，我開個 page 咁應該係30日之後嘅日子啦。呢一個係我覺得唯一一個真係最呢個係會紅係啦，呢一個真係勁嘅，即係如果咁樣都估到嘅話咧，即係唔先嗱撇除陰謀論先，佢咁樣講佢應該二次元過嚟噶嘛，係佢應該係翻咁樣，應該回到未來啦，未來人嗰啲翻嚟，未來人嗰啲翻嚟咁樣咁啊，呢一個我真係覺得即係執著緊啦，同埋通常咧講到呢啲陰謀論，一定會講下佢嘅死亡時間噶嘛，當係啲密碼加埋咧。得出個號碼咧，其實嗰陣新聞冇講，就係一個光明會嘅號碼嚟嘅。幾多號啊？咩十一啊？咩十一啊？十一啦，总之唔知乜嘢一串数字加埋就十一。总之佢话啲人咧，我睇高登啊讲话，其实关于光明会嘅，跟住有好多美国人就拍一段片啦，因为光明会搵人杀咗佢啦，咁样因为做咗啲咩任何嘢啦，咁样讲。因为其实呢件事过咗好耐，我唔认真，因为听话李嘉诚讲话，屌，原来够撞死好多靠啦。咁啊，靠意思咁啲啦，你真系小心。诶，傻啦，唔系嗰单嘢咧，撞咗成家嘅靠。所以你唔好同呢屋企人講埋冚家交啊！即係如果根據依個陰謀論，你有冇人性啊？唔係，即係咁講啊！冚家俾人炒起咗，我就要你全部冚家嚟陪我。首先阿靠咧，唔好成家人去西貢先。唔係，我突然之間咧，好想講一樣嘢，你哋講完未㗎呢單嘢？講完啦，講完啦，講完係嘛？講完啦，即係因為咧，我想講咧陰謀論呢樣嘢，我今日都睇咗少少關於陰謀論嘅，但咧就完全唔係關 Paul Walker 事嘅，係關於咧一啲即係陰謀論咧，即係雲海係表表姐嚟㗎嘛？係。雲海咧，即係佢哋中意探討嗰啲嘢咧，就係嗰啲 UFO 事件啊。然之後今日咧睇到一篇文啦，係關於咧呢個月球存在嘅一啲陰謀論。你哋有冇睇過咧？冇。嗱，咁好多人咧都話咧，其實咧呢個月球咧，其實係原來發現原來唔係實心嘅喎。係。知點解啊？點解咧？因為裡面係一個軍事基地。係啦，有可能軍事基地，但係變形金剛添，仲要係有真係有可能。咁我依家再講落去，因為佢有月之力量，嗰啲太熱量懲罰你。係啦，仲有高達 X 可以吸收力量。啊，係喎，微波炮射喺穿咗，屌！就係咧，大家咧，如果咧睇翻咧呢個月球上面表面嘅坑洞咧，睇佢個直徑咧，係。同佢個深度原來係唔成正比例嘅，因為咧佢個闊度咧其實好闊嘅，但係咧如果咁闊嘅嘢撞擊落去，其實嗰個坑係唔會咁淺嘅，係應該深啲啦，係應該深啲。所以有啲人咧就諗啦，其實月球內邊裏邊其實係咪唔係一啲唔係實心嘅咧？即係冇嗰啲地核嗰啲嘢啦，係啦，其實係空心嘅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。即係乒乓波。好啦，然之後有一單好驚人嘅消息發現咗啦，就係咧有人咧就係做測試嘅，就係咧發射一啲信號，即係一啲好似衝擊波咁嘢去月球嗰度啦。然之後月球測到嘅數字咧係非常之恐怖嘅，就係咧原來咧月球即係如果一個實嘅圓體，你震佢嘅時候。
表面的震力咧系会震到里边嘅，由个圆嘅表面震到去个圆嘅核心里边，散入去嘅。但系发现咧，测量咗之后咧，发现嗰个表面嘅震动咧，只系维持喺表面，即系入唔到，系入唔到去个圆嘅中心。哦，即系可能冇嘢，冇嘢弹翻出嚟咁嗰啲，类似嗰啲啊。所以咧，发现咧，原来月球系。空心的，大家知唔知最紧要讲呢啲咁嘅阴谋论嘢，同埋呢啲咁嘅学术嘢，最紧要系咩？系咪啊？扮到自己好似去捻过咁。系，我去捻过月球。我上次搭出去个月球啦，我抌过块地，我见好捻表面咁就系。屌嗰个月球嘅表面嗰啲位，嗰啲坑冇理由咁浅。呢一个系实地考察过人先讲得出嘅。如果唔系，冇理由讲得咁嘅。你要令人信服你系阴谋，即系阴谋论系好似真咁样咧。系最紧要嗰样嘢，你讲得佢好捻真。系唔好捻你假。其实我有 potential。即系点解云海讲得好听？因为我上次咪去过嗰度睇咯，我抌过啦。边捻度都去过噶啦。同埋嗰啲，佢个样住坐定粒碌嘅。唔系，所有人佢都同佢倾过偈，就系咩话都系我同佢倾过啦。咁样讲，佢话冇啊嘛。咁样讲，点样可以话俾人知有外星人咧？同埋打个电话。唔系，最紧要佢最正个最经典嗰单嘢，你哋唔知啦，应该系点样？佢讲过咪系讲过佢啲咩嗰啲撒旦教嘅，佢有部录音机嘅，我屋企有。系呢个我听过。嗱，呢啲就系将啲阴谋论。同埋呢啲咁嘅疑惑啊，變到好真嘅。仲有佢細細個已經有喎。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其實幾得意，唔關月球事啊，月球陣間再講啦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？即係有咁多，如果月球即係有外星人嚟到地球，想傳一啲消息俾地球人，點解佢哋捉親嘅都係啲無名氏，而唔係捉一啲要政要咧？然之後，如果佢要顯現嘅，即係 UFO 要話俾人知我出現嘅，點解佢要喺荒山野嶺嗰度出現，而唔喺艾菲爾鐵塔頂嗰度停低咧？啱喎，即係如果你喺白宮。嘅上空停留喺度咧，即系你捉个唔系，我即系咁，你捉个导演，嗱呢啲消息同我拍套电影收硬嘅，你拍出嚟，咁啊冚家啲人睇咯，咁你传咗信息俾大家啦，系啊系啊，咁个结论系咩咧？结论系咩？结论其实嗱，之后嘅神秘牛棚我会分析，我会同大家讲点解。你放心，我重温呢度咧会静嘅音喺度。我话俾你知系咩？结论系啲人吹过嚟呃鸠你。好，然之后咧去翻月球呢度啦，月球呢度。听下电话先好唔好啊？不如。我月球我仲有好多嘢讲嘅，我怀疑我可以讲一集嘅，其实个月球。总之开个月球唔好谂，我搵咗俾张伟帮你搞咩推理啊？搞咩推理一点？我帮你讲半集啦，跟住讲嗰啲咩 X 光炮啊嗰啲。